阿平啊，你来接我接回来啦。哎，记对，你刚饮酒去哦。妈，我到朋友家推饮两杯啊。阿爸，阿母失礼哦。你也知影谈我失礼，我问你，你即摆会晓啉烧酒啊？吼，有点外口讲烧泡，啊，啊是点外口讲乌白来？无啦，阿爸，我哪有啦？你是唔当骗我哦？我骗你要创啥啦，爸？无上好啦，你那是吼，踮咧外口讲，踮咧叽叽咕咕哦，才恁建良阿尼生哦，我是无用你。厝内出一个建良哦，大家已经真头壳疼啊！你个人哦，搞较白想的。好啦，我无你是去念娘家是要创啥啦？爹，你手面洗洗，紧躺到去困啦，紧紧。我嘛才念伊一半句啊。啊！你安尼顾条条，我无希望你伫伊面头前讲建良的歹话啊！我靠，哪讲吼？建良是咱的囝，阿平阿兄呢？喂，是，稍等一下。是局长，终于还是他。喂，我是陆海的。海德啊，今天找你来实在是万不得已啊，干一杯。局长。我们也好久没见面了，来，我也敬你一杯。好，先干为敬。客套也已经客套了，咱们不妨开门见山吧。好啊，来抽根烟。嗯。最近我局里有很多弟兄被打，这件事情你应该清楚吧？哦，有这档事，我倒是没听说过。是吗？嘿，局长，我实在是很忙，有很多事情等着我处理。但是你底下的人真的是了不起，我的场子几乎被他们抄光了，炒的那些金主可是血本无归。我想，这个月的规费恐怕是全无下文。听你这么说，好像是在怪我，督管不周，放纵属下。我哪有这么大的胆子，局长，你误会了。我只是不明白，我开赌场，你收规费，可是你的手下自意认为，那对我们的利益可是有很大的影响哦。利益，赌场不是天天有啊，舞厅天天开，你毁了舞厅，不更伤害我的利益吗？话可不能这么说，要不是他先挑衅的话，我那群小兄弟可是不会轻易出手的。好，既然这件事情双方都有错，那我就不为难你啊。只要你交出带头知识的人，这件事情就算了。交？我怎么交？我底下那么多人，我怎么知道是谁带头的？你不知道，我知道，是林建龙啦。林建龙？你哪一只眼睛看到了？这么确定？我亲目睭看，伊甲你甲侯明达提起来，我看甲伊清二楚啦。海德，这下你没有话说了吧？既然知道是谁，把他交出来，只要把他交出来，这件事情我看就算了。不可能，我不可能交出任何人来。你干嘛要跟我作对？
他公然袭警，他是自作自受，你干嘛还要护着他？我不护他，护谁？要不是你的手下欺人太甚，他袭警只是为了讨回公道。凯德啊，看着你我多年的交情上，你干嘛要跟我为敌呢？显然，我们是谈不下去了。抱歉。对。我特别有要的工作，你是不是在什么办法去？像你这种人，在我眼里面，只不过是穿着警察制服的人渣。滚开！海哥，你要是敢走出这个门，后果自行负责。你要是敢动我的人，我就将你收红包的事情公诸于众，到时候恐怕你也脱不了身。这顿饭我请，你慢吃。你看你有的好事，现在得意了吗？局长，我也料想不到会变成这样子啊！局长，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能怎么办呢、啊？局里面那么多弟兄被打，上级也在注意这件事情，我能不给上面一个交代吗？局长，那你的意思是？箭在弦上，不能不发。林建龙要抓。这个陆怀德也要逮，他居然敢威胁我收贿，我就叫他吃不完兜着走。局长，那我们要怎么做？报警总，提报流氓，管训。局长，喝酒。前两天，局长来找过我，干嘛？还不是想护短，要我把你交出来，好像上级交代。不过你放心，我当面拒绝他们了。可是他们不会就此罢休的。当然不会。我的拒绝让他们很气愤。根据我的消息啊，他们已经叫我提报流氓，要抓我去管训。什么？他们凭什么？陆哥，你又没怎样。有没有怎么样？重要。重要的是，他们是官，我们是流氓。随便给个罪名，太简单了。事到如今，搞得这么大，我想我们必须要避避风头。我有一句话。